扩充林家中宝地是清朝水利提督林文察一族的宅地，自1858年开始兴建，为当时台湾地区闽南建筑官宅的代表。现今雾峰林家建筑古迹范围包括下座系统、顶座系统以及来源三大部分，而大花厅则是台湾唯一的福州式戏台建筑，堪称台湾经典建筑，广受社会大众关心与瞩目。雾峰林家东宝地园区是由雾峰林家下座主人共组的林本堂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提供详细的解说服务系统，并配合政府文化政策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艺术文化让雾峰林家风云再起，带动雾峰地区观光发展。